今天好朋友结婚需要用到我的车，看看陈一娟打扮得多漂亮，在我眼里永远跟新娘子一样美丽。上车吧，我的小公主。我的车也给她好好布置一下，这样看着就喜气了。那必须的，给她好好的扣上。好，多漂亮，这车跟新提车似的。是的，这个喜字等一下放里面哈。现在想去新郎家。我们这边有个习俗，一大早接亲要喝那个高果茶，就吃点糖啊，吃点什么小果子，对，垫垫肚子，对，不能饿着去啊。我刚才看到殷勤的车都是大奔驰，我的车也不差呀，我这是谁车？有这个大天窗，到时候好拍摄。嗯，啊，我的车真的气场不输大奔，而且舒适感我感觉比奔驰还要好。自我安慰，门口的大气球真喜庆。吃点这个包子沾沾喜气，看我们这边吃面包，吃麻花，吃这个蜜蛋糕。吃完这个喜宝子会有好事发生，我跟你讲，找个桂圆，找个栗子，给你穿口袋里面。说好了，这叫桂子。现在带你接亲，给你看大湖南人的热情，坐后面，前面摄影师坐那，坐后面。看到没，所有的大奔都跟咱我屁都会别跑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不敢操这个摄影车。走，下去放冰。拦起来了。现在带你接新娘，去看看他们拦门的厉害，还是我们抢新娘的厉害？你们厉害。先骗进去再说。让拍照呢。发点红包，人家就出来了。能不动用红包就咱就不动用，不省点是点吗？伴娘最喜欢的红包，知道吗？我最最亲爱的老婆，感谢你嫁给我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只疼你一个。你要看着他说呀。我会疼。对呀，读了就没事了。你读一下看一眼好不好？一个，好。新娘出来了，哦，赶紧的，快，我们是摄影车，我们要走第一个。别看连着演吧，哎，不是五个人，你看着说，你先说一下，我不能说，你看你先说呀，五个人三个演吧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不行，拿出你的诚意，对呀，是不是？这个门就那么好进的，对啊，今天就那么好娶回家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个你们说，他没法分，五个人四条烟，现在在那个酒店搂膝哈，走，看现在结婚布置的多好。我再给你办一场啊！行啊，哪天给我办一场？你可拉倒吧！新郎朋友坐吧，好，先坐。